今天介绍的是乐乐谷温泉。首先是 Google 到东浦温泉停车场，接着就会看到东浦吊桥，并且走到对岸。通过吊桥之后，就会看到左边有一个小路往上。走到大马路之后，再往左走。大约走100公尺之后，会看到右边有一个登山步道，并且右转上去。登山步道走到底之后，就会接到一个水泥路，这时是往左转。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，就会看到左前方有一个鳗鱼店，听说还蛮有名的。这边除了卖爱玉之外，还有卖马告香肠，虽然价格比外面贵一些，不过真的不错吃。吃完之后就继续上路吧，因为接下来是一段漫长的路哦。沿路可以看路标，到了 2.9K 就可以准备往右边的下切路走了，或是看这个路牌也可以。不过这边路况不太好，累积了厚厚一层的落叶，很容易就滑倒，要小心哦。中间会看到这个裂寮，看到的话就代表你快到咯。中间会经过几次河床，所以会建议带溯溪鞋可以更换穿上。走差不多十分钟的河床之后，右岸开始会出现一些温水了。接下来会看到绵延不断的温泉路头纷纷出现在眼前。偶尔会看到一池勉强可以泡的温泉池。最后，甚至还出现了一条温泉河，可惜的是太烫了。否则真的很想在这个小温泉瀑布下面泡一下。沿路看到的这个绿色就是温泉河，很惊人吧？真的是非常长呢。这个温泉河上去之后，就会看到前人留下来的池子了。
泉边吃面，正是一大享受。吃完之后往南头看，正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。它的上面是冷水，结果下面白白的是滚烫的温泉。一不小心踩上去真的会被烫到，因为我真的就被烫到了。城的时候还可以往更上面的山壁看一看。这边都慢慢长出一些侏儒石了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。乐乐谷温泉真的是去成热热谷，因为会非常热，回程的时候是累累谷。因为沿路都是爬坡，让你爬的心很累。不过真的很值得一来，虽然路途遥远，但是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人烟稀少，几乎都是包场居多。很棒的是石子很多，可以慢慢挑选适合自己的，或是可以沿路采集竹子来引流冷热水，调制到自己喜欢的温度。不过后面一段会经过很多茅草，非常割人。记得穿长裤长袖，还有就是多带一些水，避免脱水。在下到溪谷之后，左岸有些区域会有落石，所以建议尽快通过。